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需要特别多，原因就是因为今天的社会诱惑特别大，物质特别丰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培养了无数多的需求。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人活得很累，原因就是因为他需求太多，因为需求太多，所以我们要去追求需求，然后每一种需求持续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痛苦的时候。那么善人们呢，他是透过这种觉悟的自体，在运用这个觉悟的自体的过程中啊，一方面他平息的这种次人格，就是凡夫心，次人格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因为把这些需求平息了，也就没有需求了。就像人，比如说你对爱情有没有对爱情的需要？对电脑的需要，对手机的需要，其实这些需要是不是人一定要有啊？其实它是没有一定的，其实都是我们人培养出来的。包括有的人赌博啊，有的人吸毒啊，有的人执迷地位啊，其实所有的这些需要都是我们逐步的培养起来的。当我们有了这些需要之后啊，我们就会不断的要去追逐，要去奔忙。那么如果一个人我们能够体验到这种内在的觉悟的本体之后啊，我们就能够通过运用这个觉悟的本体平息所有的需要。当他平息这种需要了之后啊，他的心就不会陷入到这个需要里边去，不会陷入到这个需要的这个念头里边去。当他的心不会陷入到这个需要的念头里边去之后啊，他就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体认到这个觉悟的本体所产生的快乐。所以觉悟的本体啊，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它是没有任何依赖的，没有任何依赖，没有任何依赖的快乐，这是无价之宝啊！不仅仅没有任何依赖的快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之下，你一样也是快乐的，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特点。所以真正从觉悟本体里面产生的快乐就有这么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它不需要依赖任何外在的条件，你是快乐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无论在什么状态下，你都是快乐的，即便在地狱里面你也是快乐的。这个是觉悟的本体的特点，而我们这个凡夫心呢，这个凡夫心就麻烦了。凡夫心首先它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现在的自我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现在的人格，我们现在的自我，它是基于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迷失了自己，我们迷失了自己的这个觉悟的本体。当我们迷失了这个觉悟的本体之后呢，我们就会对自己啊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我们会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但是这种错误的认定啊，其实呢，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基础，它并没有一个真实可靠的基础。因为它是没有基础的，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觉得我究竟什么是你，你觉得你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其实作为我的存在，其实它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础，因为它没有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我呢，它必须要去寻找一个依托的对象，它必须有了这个依托的对象之后啊，它的存在才会产生一种真实感。如果没有一个依托的对象呢，它的存在啊，它就没有真实感。所以这个自我它就会开始认定。我们最容易认定的就是比如身体，我们会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我们会把这个相貌当作是我，我们会把这个角色当作是我。我们会把角色当作是我，我们会把地位当作是我，
不会把家庭当作是我，不会把财富当作是我，不会把服装当作是我。但事实上，一方面，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些东西啊，并不是真正的你，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些东西它是会变化的，它是会变化的，哎，它是不是它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所以这种自我的存在呀，它呢，它没有安全感，它所抓住的所有的东西呀，它都会变化。所以人为什么他会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所认定的这个自我的所有的内容，事实上它都会变化。那他为了维护这样的一份安全感，自我的一种安全感呢，他就会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呢？我要多抓一点东西，哎，如果这个没有了，我还有那个；那个没有了，我还有那个。然后人为了显示这种自我的这种真实感，想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点，这种自我啊，他想要让自己更真实一点。那他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发现这个自我呢，它有这个通过三种方式。一个就是自我的重要感，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自我的优越感，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自我的主宰。自我的重要感，凡是被我认定的东西，我要觉得它是特别重要的，哎，因为它是作为我的存在的一个支撑的基础。这个我它要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支撑，它是不能存在的，所以我们就要去强化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会发现，凡是主要是跟我挂上钩的这个东西，它一定都会特别重要。如果跟我啊不发生关系的东西啊，它就会显得不是很重要了，甚至可有可无了。所以自我的重要感啊，这是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还有呢，就是自我的优越感。哎，自我的存在它需要通过一个比较，哎，因为当我们有了我执之后，我们跟这个众生、跟这个世界就产生分离的。当我们产生了分离之后啊，我们为了突出自己啊，我们需要不断的，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来让自己变得更优越，哎，比如像成就感啊之类的，哎，我们同时呢，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对自己的一种夸张，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去贬低别人，哎，来突出自己的优越，这也是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把戏。哎，我们都说，哎，你不行。任何人做一件事情，我们都首先觉得他是不行的。我们在否定别人的同时啊，事实上是在无形中是在肯定自己。其实这种肯定啊，它是自我生存的一个。他玩弄了一个手段，他需要通过这个手段来显示他的一种真实性、主宰力。这个主宰力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方面他需要让别人都顺从着自己，哎，让别人顺从着自己，以自己为中心，这样显示自己啊特别的优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去主宰别人，去主宰别人。通过这种主宰，所谓主宰别人和让别人来顺从自己，这个也是自我需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他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来扩张自己的领域，把你们所有的人都变成是我的一部分。哎，我能够主宰所有的人。事实上显示的我的存在，它的基础就会变得更浓厚，哎，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自我啊，这个我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格啊，他就一天到晚在玩这些东西，但是他在玩的过程中，他是不是觉得内心就很踏实的呢？其实这个我啊，这个系统啊，其实比现在的这个Word系统问题还大得多了。而它不是一个主动的问题，一天到晚，其实我们的自我的系统，它一天到晚都在主动，但是呢，这个主动远远的补不完呢，
哎，我们虽然抓住很多东西，我们要需要依托很多东西。人为什么会有永恒的观念？我们依托这个身体，我们希望这个身体永恒，因为只有这个身体永恒，我的存在才是永恒的。我们希望身份地位，我们希望身份地位永恒，我们牢牢地抓住身份地位，哎，因为我们希望身份地位永恒，所以这个我的存在也才能够永恒。哎，我们希望这个相貌永恒，哎，相貌的这种优越感永恒，是不是以此也是张扬我的优越能够永远保持，我永远青春，永远美貌，永远健康。那么这些啊，事实上啊，都是在这个通过各种方式来使自己来这个自我，因为自我要生存，其实自我要做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生存，一个是发展。哎，发展就是要不断的要更新它的模式，一个生存，一个发展。那这个，但是呢，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边啊，它又不断的戳穿这个自我的把戏，哎，不断的戳穿这个自我的阴谋，无常的现实，哎，它不断的戳穿自我的阴谋。我们讲这个身体永远健康，可是身体会生病，身体会死亡。哎，我们这个我们想要这个抓住这个地位，可是呢，这个地位它会变。我们要抓住财富，财富它又会变。哎，我们要抓住家庭，家庭会变，没有一样东西不会变的。所以，当每一种我们所有的抓住的东西，每一种当它变化的时候，都是我们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依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变化，我们就痛苦了。但是事实上，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啊，这种变化，其实它对我们的解脱是很有意义的。哎，其实当我们执着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个东西给套牢了。哎。当这个东西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松绑的时候。你因为你依托了基础瓷器的，你的自我啊，它的存在就悬空了。当这种自我存在悬空的时候，事实上正是瓦解自我的时候，瓦解自我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大好的机会的。但是我们不懂的，我们这个东西抓不住了，我们赶快另外再抓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抓不住了，我们另外再抓一个东西。哎，这是我们不懂的利用无常来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抓住很多东西，所以呢，我们作为自我的生存啊，它需要抓住很多东西，因为它要抓住很多东西啊，所以啊，它对这个东西呢，他就会升起一种贪着，贪着的心。哎，这个贪着的心啊，它是自我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式。哎，但是呢，我们又知道这个贪着的东西啊，它是没有办法永久抓住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啊，与生俱来的就会有一种恐惧感，没有安全感。哎，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关系啊，我们没有，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种失落感，失落感。哎，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必须有这种原始的一种失落感和匮乏感。哎，失落感，匮乏感。我们抓住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我们就会向外去抓住很多东西。当我们在抓住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为什么会产生恐惧感？因为我们担心我们抓住的东西会死去。其实每一个人，哎，因为毕竟我们每天面对大型世界，我们看到很多人死亡，看到很多公司破产，看到很多这些官员，这些
下马，看到年轻人衰老了，虽然没有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但是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啊，我们内心里面无形中就潜在一种危机感，潜在一种恐惧感，尤其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这种恐惧感就在加强。其实这恐惧感也不是坏事，它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助道之源，但是关键是我们不懂得用它来作为助道之源。我们想要因为这种恐惧，所以我们就想多抓一点，但是我们抓的再多，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消除这种恐惧感。那么由于我们对这个外在的世界有的过分的依赖的时候啊，我们习惯依赖外在的世界，我们习惯就是跟外在的依托外在的世界来生存。当这些环境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孤独感，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啊，又都有一种原始的孤独感。这种原始的孤独感根源就在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了，我们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所以我们把自己跟世界分离的，我们跟一切众生分离的，我们有了这种自我之后，我们觉得我就是我，世界就是世界，我们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永远都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家里人对你多好，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当你来到这个世，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是你一个人，什么东西你也带不走。所以我们内心的世界里边啊，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同时我们又意识到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们是带不走的，我们是抓不住的，所以我们就会产生孤独感。那么这种孤独感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可能在很热闹的时候，这种孤独感时常也都会泛起来的。那这种孤独感呢，也是跟我们迷失的这个觉悟的自己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人在这个觉悟的自己的状态里边，他是不会有恐惧感的，他根本不知道恐惧感是什么，他也不会有孤独感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当我们对这个依托的对象，自我的这个依托的对象过分的在乎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感觉啊？会产生焦虑感。你对他过分的在乎，就会产生焦虑感。那如果我们对这个依托的对象这种优越感过分强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感觉呢？产生我这种强烈的这种我慢，骄傲，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自大心理。所以为什么说所有的烦恼都是建立在我执的基础上？因为所有的烦恼啊，事实上都是这个自我，所谓自我是什么，也就是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定。因为这种错误的认定，它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它必须要依托很多东西，所以在依托的过程中，它就会产生这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就是它的产生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迷失的这个觉悟的本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因为这个错误的认定，所以发展出的我们现有的人格，我们的这些烦恼，这些心理，我刚才讲的恐惧感、孤独感、贪婪的心，还有嗔恨心。比如嗔恨心就是我所依赖的这些东西以及自我的优越感，一旦被别人挑战了之后，一旦受到别人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嗔恨心就会升起了，我们的这个嗔恨心就会升起了。那么这个自我呢，它就会发展出了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烦恼。那么这些烦恼的存在，这些烦恼啊，它逐步的就会成为我们存在的一种模式，成为我们的一个人格，同时呢，它也成为
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的人格，我们现在的人格它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就是存在的方式，一个方面就是认识世界的模式。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人格去认识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事实上是透过这种自我的模式去认识的世界。而这种自我的模式啊，它是基于对自己不了解，不了解之后啊，形成很多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因为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所以形成的观念它也不是正确的观念。同时呢，我们又形成很多这些不健康的心理，所以我们是透过错误的观念和不良的情绪去看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从这个觉悟的本体，不是通过这个觉悟的本体去看世界，我们现在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现有的这个人格，这样的一个自我模式，就是替代品，就是我的替代品，通过这个替代品去看世界。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啊，它是一个扭曲的世界。那整个佛法的修行，它要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整个佛法的修行，他要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我想呢，大家通过这样一个介绍，我想大家大概有一个谱的。一方面，就是要瓦解掉这一个替代品，这个人格，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格，这个东西是要瓦解的。另外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去认识真正的你，所谓真正你就是觉悟的本体。那我们现在也不妨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的人格这个替代品，其实它就是一个万行的系统。这个系统呢，是由无明建起来的，而这个替代品的背后的觉悟的本体，这个就是属于一个真心的系统，是属于一个真心的系统。那么佛法的经教，它所要做的，就是一方面帮助我们瓦解这个凡夫的人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认识这个觉悟的本体。成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成佛就是这个凡夫性无明制造的这个人格，这个生命系统彻底的被瓦解掉，一点都不剩的，彻底的被瓦解掉。另外一方面，觉悟的这个系统得到圆满的开花，圆满，大家要知道圆满的开花，关键是圆满。所以《法华经》里边讲，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次。这个一大事因缘是什么？那就是要开示悟路，佛的知见。佛的知见是什么？就是这个觉悟的本体。三乘圣贤皆因无为法而有差别，《金刚经》里面讲，三乘圣者他们所要做的，都是要从这个迷惑的系统里面走出来，去体认这个空性觉悟的本体。但他们在体认的过程中是有深浅不同的，是有究竟和不究竟的不同的。所以《法华经》里面讲的，就像三号过河，兔子躺过河，马躺过河，和相向过河。所谓相向过河，直踏河底。兔子过河的时候，不在水面上游过去。那么唯有诸佛陀，才能够圆满的体认到空性。所以《法华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佛以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究竟就是究竟的证人。在佛教的教下的修行里边，从这个见道、修道到究竟位，见道事实上就代表着这个体认空性、体认这个觉悟本性的开始，究竟道就是圆满的体认。圆满的体认，
那么这个觉悟的本体，它也是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自解脱的力量，自悟自解。所以禅宗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自悟自解，自己悟道，自己解脱。我们的凡夫心就是以惑业为基础，这个惑业呢，就是不断的制造痛苦、制造烦恼、制造生死、制造轮回。但是我们凡夫心的背后的这个觉悟的系统，它就是一个自解系统、自我解脱的系统。当你体认到这个觉悟的本体之后，你就开始具备有解脱的力量，你就有能力来瓦解这个凡夫心的系统。那佛法的修行里边，我们讲到有顿悟、有见悟、有顿、有顿修、有见修、有顿修，其实禅宗称为顿教。那相对来说，这教下里边包含唯识、中观，它都是称为见修的系统。所谓见修的系统、顿悟的系统，它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它的差别啊，也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首先在见地上，这个顿悟的系统呢，它就是它告诉我们，就是它的见地呢，就是在于要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生命的这个觉悟的潜质，它直接就是建立在这个觉悟的本体上来修行，帮助你去了解这个觉悟，认识这个觉悟的本体，了解这个觉悟的本体，熟悉这个觉悟的本体，运用这个觉悟的本体，这就是顿悟法门的特点。那么见修法门的特点呢，它的下手点是从凡夫心入法，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凡夫的这些心的规律、心的差别，以及这个心的这个凡夫心的这些现象，它的实质，通过对凡夫心的了解到解除凡夫心，了解凡夫心，解除凡夫心，跳出凡夫心，然后弃入，然后使这个觉悟的本体啊，使它开发出来，空性显现出来，那见修见悟见教的系统呢，就是从这里入手的。所以像这个教下里边讲修行，比如从见地上来讲，讲苦，讲无常，讲空，讲无我。那讲苦，苦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有漏的系统它的一种状态，它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们佛教讲人生是苦，有漏皆苦。其实这是对我们凡夫来说的，这个是从凡夫的系统的层面来说的，这句话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使用，对佛菩萨是不使用的。因为佛菩萨是在觉悟的系统里边，觉悟的系统里边啊，觉悟的系统它的本质就是快乐的。而我们相反，这是从凡夫的系统来讲，从凡夫的系统来讲。那讲无常，无常呢，讲的也是一种轮回的状态，以及我们的这个凡夫心，以及凡夫心所告诫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我们的心也是无常的。无我，无我事实上要否定的是什么东西呢？事实上要否定的就是我们这个次人格，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格，我们现在认定以为是你的这个人格，佛教告诉你这不是你，你所认定的这个人格，这不是你。无我就是说，你所认定的这个我，其实根本就是不存在，这是你自己在骗自己。其实无我其实要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那很多人就觉得迷惑，那
不是我，我怎么过日子啊？我有什么存在啊？啊，我是谁啊？很多问题就出来。佛教讲无我，不是说你不存在，而是告诉你，你现在认定的这个人格、这个我，它不是你。哎，这是你的对自己的最大误解，这是你的生命的误解。你只有摆脱这样的误解，你只有从这样的一种误解的状态里边走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你，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觉悟的本体，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哎，那个才是你，那个才是你。所以这个从见地方来说，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哎，这个帮助我们认识到现有的这种人格以及人格所制造的这个世界，这个轮回它整个都是虚幻的。所以禅宗总是讲，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千啊。在这个虚幻的状态里面，我们觉得很热闹，哇，这个世界太热闹了。哎，就像我们在做梦一样，很热闹，很热闹。可是当我们意识认识到觉悟的本体之后啊，我会知道这个世界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从实质上来说，它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生命的状态里边，它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的真实。我们对自己的错误的认定，我们就会形成了巨大的创举，这个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相遇，它就形成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格的状态，哎，我们现有的这种人格的状态，那这种人格的状态中的每一种心理啊，它都是有强大的力量。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样的状态里边，我们是看不清楚自己。我们根本看不清楚自己，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掉入到这个状态里边啊，它是走不出来的。当你对嗔恨心抓住的时候，你想让自己不嗔恨能做得到吗？当你对这种贪婪的心抓住的时候，你让自己不要贪能做得到吗？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让自己不要生气，你能做得到吗？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每一个心理啊，都是因为你长时间透过无明的关系，每一个心理它都是我们把很多觉悟的这种能量啊，都转化为一种无明的妄用。其实所有的烦恼从根本上来说，它的最原始能量其实还是觉悟的本性。其实真正佛教讲烦恼即菩提啊，它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所有的烦恼的原始能量都是觉悟的本性。因为这种觉悟的本性被无明扭曲了之后啊，所以呢产生一种妄用。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原始的能量是觉悟的本性，而觉悟的本性它所产生的能量是有力量的，所以这个能量所形成的各种烦恼心理啊，每一种心理啊，它都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其实在禅修的过程中是要做的是一个能量回收工作，能量整合工作。我们的觉悟的本体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它是一个圆满的东西。哎，当我们安住在这个觉悟的本体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各种就是转化成各种烦恼的这些心理，这些能量都会把它回烧到觉悟的能力，这个本体的这个状态里边。事实上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安住在觉悟的本体上，我们才能做得到的。当然我们通过观修，观照波罗，通过有照做的观修，我们也是能做得到。那么在教下的修行里边呢，其实还有三个次第，是从文字波罗到观照波罗到实相波罗。文字波罗帮助我们了解自己，
佛的一种正确的建立。所谓正确的建立，就是认识到我们现有的这个人格以及我们的这个人格所开展出来的世界，它的这种苦、空、无常、无我这样的一些特点。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些特点的时候啊，哎，我们对它的执着减少，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观念不断的去看问题。当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原来对它执着和建立的心理就会被弱化的。当这些心理被弱化了之后啊，我们内在的这种观照力啊就会逐渐的升起。所以在禅修里边啊，其实我们的内心里边，哎，我们是本来就具备有这种观照的力量，即便在我们意识的层面也隐含着这种观照的力量。这个观照的力量呢，其实它也是属于一种慧心所的作用。那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观照般若，观照般若，那就是要认识我们内在的观照力。我们要带着观照力，带着觉察力去做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做觉察，在这个我们认识到口空无常之后，我们对一些念头的升起，这个世界的每一种现象，我们都能够做这样的一种如实观察。所以佛教讲的这个正念，这个正念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它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方面是包含着正见，正见，正见也就是你了解到念头本身的规律，它的变化性，它的无常性，以及我们看到的世界的每一种现象，它的无常性，它的无我性，这个正见是很重要的。所以禅修不是让你去选择什么讨厌什么，不是，而是你要去如实的去观照它。观照它了之后呢，你不再排斥它，你会去接纳它，不排斥它，也不讨厌它，同时你跟它保持距离，你要跟所有的念头保持距离。你知道所有的念头都不是你，所有的念头都是在你心灵出现上的一个影像，你看到的一切都不是你，都是你内心的影像。而这些影像，这些现化现象，所有的现象都是变，都是无常变化的。当我们通过不断的这样的观照的过程中，我们的妄想就会逐渐的平息。当我们的妄想逐渐平息之后啊，我们内在的这种觉悟本体所具备的这种没有造作的观照力啊，会呈现出来的。我们先要应用有造作的观照力，观照般若。在应用有造作的观照般若的过程中，我们的妄想就会被弱化。当我们的这些妄想被弱化了之后，念头被弱化了之后，念头背后的这个觉悟的本体，它自然就会逐步的显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从观照般若进入实相般若，就是进入这个觉悟的本体。当然在教下的修行里边，它是有一套套路，比如说通过戒律啊、戒定慧，戒要做的是什么，事实上它就是阻止我们的这些串习的力量，由自我形成的人格形成的各种心理。而这个每一种心理在我们内心里面都有强大的力量，那戒律就是要阻止这些力量的延续，尤其这些不良的现象的延续。那定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定在一点上。当我们的心定在一点上的时候啊，念头才会平息下来。当我们的念头平息下来之后啊，我们这个时候才有能力来做观。就像我们要找一个东西，其实我们要见到，我们要见到道。那道，你要见到道呢，虽然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就像我们面对着，我们要找一个人，这个我们在座的有这么200多人，我现在要找一个人感觉比较不容易。那我现在要做一个减法，比如我要找某一个同学，我就会把其他同学尽量赶出去，一直把他赶出去，最后剩下2-3个人，这个时候我再来找这个人啊，一下就会找到了。其实定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个功夫，就是要帮助你们呢，把你们的这些念头都让它不要在那里活动乱七八糟了。因为我们在混乱的念头里面，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自己，我们就像那个水非常浑浊的状态的时候，
水本它本身是有造物的功能，当水在很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这个造物的功能是显现不出来的。哎，那如果这个水要是清了之后啊，这个造物的功能就会呈现出来。所以这个定是帮助我们做的，把这个水里边的这些混乱的这些污浊的东西让它沉淀下来，然后沉淀下来之后啊，这个时候才要做，这个时候再从这种定的状态里面再走出来，哎，再做观。真正在定的状态里面也是没有办法做观。那这个是属于一个教下的系统。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禅宗的系统呢，它又不一样。哎，这个禅宗的系统呢，它所有的修行啊，都是建立在这个觉悟的本性上。都是建立在觉悟的本性上，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三宝，哎，教下讲的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三宝，哎，外在的三宝，就是帮助我们通过建立一种外在的榜样、外在的依赖，哎，通过这种外在的依赖呢，最终啊，来帮助我们从这种培养正念。然后从这个混乱的内心里边走出来，就是教下要做的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人在自己的这种混乱的状态里边，我们是没有能力走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外在的一种依赖的力量，通过这种外在的依赖的力量，然后来帮助我们选择自己，引导自己。那么禅宗呢，它讲的是自性三宝。所谓自性三宝，自性三宝是什么？自性三宝就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觉悟的本体。自性三宝事实上就是建立在觉悟的本体的基础上。自性三宝就是觉、正、性。觉就是觉悟的本体，正就是他在解脱上所扮演的是一条最直接的、最正确的道路。正、性，它也是觉悟本体的特点。这个觉悟的本体，哎，它是清净的，它是正确的解脱的之道，在修行上它是最正确的道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这个三宝，哎，那就是说我们对三藏四部经教的学习，哎，以及我们对外在的三宝的依赖。其实这种依赖不是最终的依赖，这种依赖是我们内在的三宝。那事实上我们对佛法的学习，我们是需要通过外在的三宝最终来认识自己内在的三宝。所谓内在的三宝，究竟来说就是我们内在的觉悟的本体。因为内在的三宝的建立都是建立在觉悟的本体上。那么这个三身，法报化三身，这个三身呢，就是在这个教上里面讲的三身，法身、道身、应身，道身、应身啊，它是偏向于这个这些除了见性以外，还有关于这种。这个佛陀啊，通过修各种福德，最终成就了色身，那这个禅宗里边，六祖禅宗里边讲的三身啊，也是建立在觉悟的本体的体认上，清净法身汝之性也。清净法身是什么？就是空性，觉悟的本体所要证得的空性，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圆满报身，你当前的这个智慧，你所具备的这个觉悟的本体，它是圆满的，圆同太虚，无欠无余，一点都不缺少，这个就是圆满报身。先白玉化身，汝之行也。所谓先白玉化身，就是这个觉悟的本体，它有无边的妙用，有无量的妙用，这个就是化身。所以三身也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觉悟的本体。其实觉悟的本体跟空性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其实它是一个体用的关系。
结物的本体没有离开空性，空性，它是结物的本体，体，结物的本体是作用。那禅宗的修行呢？这个在禅经里边的修行啊，他所提出的这个修行的三大要领，这个三大要领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个禅门修行的三大要领，首先无念为体，这个无念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无念容易误解，以为无念就是没有念头，不要产生念头，其实不是的。无念就是我们这个觉悟的本体啊，它所表现的方式，它不以念头的方式出现，它的作用是骗知的，就像镜子的作用。佛菩萨的佛陀有十大名号，十大名号里边其中有一个叫做正遍知，这种正遍知它就是可以了知一切，它的呈现方式不是以念头的方式出现的，这个就是无念。无念为体，就是体认到这个觉悟的本体，这个无念的这个特，这个体，这个是禅宗的宗。但是这个无念的体啊，跟念头是不妨碍的，无念跟念不对立，在无念的状态下不妨碍起心动念。但是如果我们要体认这个无念之体啊，我们是要刚开始的时候是要平息念头，要超越这个念头。如果你陷入到这个念头里边，你是没有办法体认到无念之体的。那只有你呢，把这个念头逐渐的平息下来之后，你才能够体认到无念之体。当你要是体认到无念之体之后啊，其实你不还起心动念，所以这就是一念而一念，念而不念。你可以中的念，可是同时你的心还是在安住在无念上。所以这就叫做佛菩萨佛经里面讲的，能上分别诸法相，依第一而不动，可以分别一切，但是不执着。为什么能够做到不执着呢？原因就是因为他安住在这样的一个觉悟的本体上，叫就是无念，这个是无念为宗，你要是体认到这个无念的体，这就是禅经里面讲的。波若三昧，建立在这个无念之体上的修行，就是一行三昧。一行，这个一行是什么行啊？一行就是要安住在这个真心觉悟的本体的上面。禅经里边讲的执心，一行三昧，这个行是什么？就是执心。什么叫执心啊？很多人啊，我们经常在讲，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劳坐禅，经常用这个来打发不持戒，给自己不持戒找理由。可是我们知道禅经里面讲的心平，这个平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平是平常心的平。行止这个止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这个平和止都是安住在无念的这个状态里面，都是安住在我们这个觉悟的本体的这个状态里面，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平的。所以这个禅宗里面讲呢，平常心是道啊。这个平常心为什么是道啊？因为这个平常心它就是觉悟的本体，这个觉悟的本体就是道，这个觉悟的本体就是没有是非，没有体执，没有人我，那它当然就是道了。还有什么不是道啊？所有的修行它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本质的基础，就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相，这个觉悟的本体啊，它是没有任何形象的，它不以任何形象的方式存在，它超越一切相，但是呢它又能够显现一切相。这种无相跟有相啊，它不是对立的，可以有效的当下就去体认无相，但这个无相的体呢，又不以任何相的方式出现，所以它叫无念为体。第三就是无住为本，这个觉悟的本体它具有无住的功用，具有无住的特点。当你体认到这个觉悟的本体呢，
你自然就无处了，你自然就能做到无处了。你的因为这个无觉悟的本体，它就是具有不粘的特性，就像镜子一样，它不会沾染到灰尘上。哎，那么像禅宗里面讲的戒定慧，哎，我们教下讲的戒定慧是从妄心入手，如何止息这个妄心？先要戒，戒就是戒什么呢？肯定不是要戒觉悟的本体，觉悟本体没什么好戒的。要戒的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所形成的串习。所谓戒是什么意思？就是阻止这些串习的延续。哎，那定呢？就是让这些串习啊平息下来。我们知道的环境已经，哎，隔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内心还是言流不止，问云何啊？这个串起的流还是不断的在走啊，哎，所以要定，定就是要把它简化，定其实做的就是一个简化的功夫。那定了之后呢，然后再发挥，再去寻找那个，再修观，哎，再去认识我们内在的这种观照力、觉悟的力量。那么禅宗里边六祖坛经里边讲的这个戒定慧啊，它就是建立在觉悟的本体上，从这个觉悟本体上来说，哎，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内心没有灰就是戒，哎，没有乱就是定，没有痴就是慧。这个觉悟的本体，它本身就具备没有灰、没有乱、没有痴的特点，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建立戒定慧。哎，比如讲到坐禅。坐禅呢，禅经里面讲，此门坐禅，言不着心，意不着性，若言着心，心性本性，哎，然后如果我们去执着这个心的话，那这个执着本身就是妄的，若言着性，哎，那么缺生定慢，你执着定，定也是一种妄想，因为我们选择任何一种选择和任何一种执着，事实上都是属于凡夫心的表现。所以这个禅经里面所讲的坐禅，就是他要去体认这个觉悟的本体。当你在体认这个觉悟的本体的过程中，你不可以再有取舍，不可以再有选择。哎，当你有取舍、有选择、有执着，其实都是一种我执的状态，都是一种凡夫心的状态。你所要做的就是观照，如实的观察。在如实的观察的做这个过程中，这种觉悟的本体呀，它就会逐渐的显现出来，它的力量就会不断的强大。但这种力量强大的时候啊，这种我执的系统，这种凡夫心，它就会逐渐的平息。当平息的过程中，我们这个觉悟的本体啊，它就会逐渐的圆满，那么最后就成佛了。哎，这个我可能讲的太长时间了，我就讲到这里吧。这个系统是非一非一，不能说一个东西，也不能说两个东西，
从最高的本质上来说，它就是一个东西。因为离开觉悟这个本体之外啊，你坐下没关系。事实上它是找不到这个第二个系统的。如果把第一个系统彻底去掉，其实找不到第二个系统的。因为第二个系统它是依托在第一个系统上面，它是依托在第一个觉悟的本体上。离开这个觉悟的本体，这个第二个系统呢，它也是无以生存。但是呢，第二个系统是第一个系统派生出来的，是一种扭曲的一种作用，所以呢，它跟第一个系统的本质啊，它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东西，也不能说它是两个东西。那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跟佛性和佛性是完全一样的呢？佛性呢，这个它是不会有差别的。你说三世诸佛都是因为安住自性，只有妙用自性，他才是诸佛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光三世诸佛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各自的特点啊。十方三世诸佛呢，在这个本质上，在圣的这个空性的这上面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每一个诸佛菩萨他这个化世的因缘不同啊，比如说像阿弥陀佛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化现，像释迦牟尼呢在娑婆世界化现，他的度化的对象啊，他的这个寿命的长短啊，他的这个色身的庄严的程度啊，他需要因为这个时节因缘啊，所以在身相的化现上，这上面是有差别的。那在这个圣的这个本质上、空性上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还是有同有异。那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如果假设是最后就要成佛的话，我们都只是归一啊，到最后都会体现一切各自的特征，对吗？这个最终呢，我们都会活得相同的人格，比如说这个佛菩萨它的存在也是一种人格的存在，这种人格的存在呢，就是悲和智，大智慧和大慈悲。那最终每个人最终成就的都是大智慧和大慈悲的这样的人格，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它是一样的。我们女众第三个身体，哪里来的第三个身体？今天你问了我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产生的？小孩子从小就学过什么的，很容易看到东西的。大家，这个希望呢，我呢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们平常比较喜欢问什么时候，这是我们的凡夫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什么事情总要有一个开始。佛教告诉我们，我们的佛性是无始的存在，同时呢，我们的无明无始无明，它是没有开始的。如果有一个开始，这就很麻烦了，怎么突然有一天就开始的变成凡夫了？所以就是没有开始的，但是呢，如果你把无始无明都消除了，那就是代表着你的轮回的一个终点。以后因为你的生命里边不再有无明啊，所以你就再也不会成为众生了，所以没有关系。我是一个比较愚钝的学生啊，就是问一个比较肤浅的问题。刚才昨天的网上教授老师跟大家都谈到烦恼的基础，那么我的问题和烦恼有关，那么我是想知道烦恼的一个解脱之道，或者是在凡夫感上的话，正确的一个对待烦恼的态度方法。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你在我的大学方说，他说你只要有了菩提心，你自然可以断除烦恼。那大学呢，没达到这个程度啊。那么我也比较二十九，二十九告诉我的话，那贯彻不是烦恼，贯彻是禅法心念，那烦恼不是自然就没有烦恼。
然后我三十天就送了价值，我三十天赚。他说，就是烦恼就是病造成的。如果我们找到烦恼的真正的由来啊，那么找到它的真正的面目，然后去解决它，解决它，那么这烦恼也会化解掉啊，就是三乘道说的。啊，不仅用说的，他的烦恼是从头来，其实他烦恼是根本不灭，从尘不止无中来，从尘在。那实际上，我们不是要断除烦恼，我们当时不太把烦恼去当回事烦恼啊，那么是自行告诉我们。那么我想知道，这四位师兄的这种说法的话，说究竟哪一种是正确，或者他们自己的分别是什么？啊，先生。你这个问题就可以变成一个小品，啊，很有戏剧性。因为你刚才讲的这个四个师兄的说法，这个我也听不太清楚。不妨我给你提供一个第五种说法。下一个你在介绍提问题的时候，你就说还有第五种说法，法师是怎么说的？下来就可以更可以增加这个问题的戏剧性。对于这个烦恼的产生啊，其实呢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跟烦恼，任何烦恼都有一个依托的问题的基础，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问题，你用一种错误的观念、我执，这些心态去看这个问题，很容易变成烦恼。如果你用一种佛法的正见去看，它可能就不会产生烦恼了。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本身当下的一个处理方式。那还有一个呢，烦恼其实烦恼是你的一个心念活动，像禅宗里面处理的方法，它就会偏向自己从内心入手。比如说二祖去见初祖的时候说我心不安，其实不安就是一种烦恼啊，烦恼在那里躁动啊。那这个祖师他的手段就是将心来以汝安，把你的心拿来。其实当你去寻找这个心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密心了不可得，烦恼这个时候也会无影无踪的。所以直接从内在去探寻，观照念头的本身，其实是处理烦恼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哎，法师你好，你今天这个我们基本上是在听不太清楚怎么说呢？这样，实际上，我的意思今天是明白明了这个九十九了。九十。剩下的就是说，我怎么样才能把现实里面里边化解，或者说就是没有必要转化。就像那个南山子一句诗，他说到说，明月清风是我家，就这样生活干干净净的把这。转化，转化身体，转化什么？啊？我们的肉身先需要再转化。啊。结果呢？这个当然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呢，这个重点还不在心上。身上，重点是在心上。
这个你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要不要转化，要不要改变，其实呢这个是主要是要看你自己，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然你是陷入在一个我执啊防护心的这个强大的系统里边，虽然说这个系统是虚幻的，这个系统是空的，我的生命的本质啊就是佛，我要不要努力，禅经里面讲要不要修行，其实要修也不对，不修也不对，修正即不悟，染污即不得。你不做努力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从这个防护心里边状态里边走出来。你说你就是佛，就是让你是在自己骗自己，你是在贪嗔痴里边，你说你自己是佛，事实上你是一个强大的凡夫，所以你需要摆脱这种凡夫心，你是要努力的。但是你如果执着于这样一种努力，其实你也见不到佛性，因为你不是修行不成果，不是修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还不可以既要修行，也不可以执着于修行。这么一个状态，有点玄妙。这个可以吗？我想就这个无名的问题去深入一下。就说无名它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两难，因为如果无名是外在的一个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一种二元论，就是导致正悟和无名是一个独立的相互性的二元。但如果是内在的话，进入内在当中的话，这是你为什么要深化进入无名呢？这个是外在那就意味着他们两个是并列的，是同样可以独立的，各自独立的，是吧？内在的那就是无名是真如的一部分，真如觉性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无名这么不协调的东西呢？其实你要讲它绝对是外在的，其实不对；你要讲它是内在的，它也是不对的。所以还是非内非外，因为无明虽然依托于真如，事实上呢，它离开真如啊，它是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就像明跟暗，它好像不同，它好像是两个东西，但是明跟暗呢，事实上它也并不是两个东西。所以呢，你不能够截然的说它是两个东西，也不能截然的说它是一个东西，这一种二元对立的思想，这个思路本来就不对的，所以这个问题啊不要再问。今天上午法师智慧的法语呢，对我们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详细全面的剖析，相信呢我们每一位名人一经善思念之后，善思维之后，一定会找到我们生命的本质，会找到我们人生的真正方向，有了安身立命。让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啊，对法师老师真诚的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没回答，没关系吧？啊？
这个刚才知道哪一个居士写的哪上来的，我要说两句哈。我先看看问题比较长。这个说这个，我学佛几年，先学佛教史，再研究一些具体佛典，然后修心，在修心的过程中离如法师所言。原本以为灵山就在自己的心里，可是通过修行，可以明心见性，直了成佛。但一直修行，一直发现真心不可得，犹如水月镜花。禅经中说，心地无非是境界，心地无痴是境界，心地无染是境界。不能世界，如此真心的话，那么真心真是难修，即便刹那觅到真心，是否也是来如春嫩几多时，气势朝迎无觅处？对于我而言，佛是近在眼前，却远在身边。就是对这个真心的认识啊，其实呢，这个我们讲那个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我们都具有这种成佛的潜质，但是虚假善知识四导，要有善知识四导。什么是？比如说我经常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凡夫心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边状态下，我们有没有能力触及到佛性，有没有能力触及到本性？我想它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站在地上就能触及到啊，可能是我们跳起来早可以摸得到，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关键时刻一跳，可能早就可以摸到了。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没有一个好的老师，你远远都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跳，你要摸什么，那你远远都在这种自我的模式里边，它是走不出来。好。